有颜更任性，研究我最行。榜妹研究所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哲成。都这种时候了，我还要你来跟我说对不起？我是多金贵的一个人。驾照考过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考驾照的时候是我大二的时候考的，后面就一直没时间去考，所以就不了了之。拍神情影时掉头发长回来了。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有点生发，算了，我那就不别播啊。没有没有，就是护发液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保护头发的东西，对，护发精油。哎，这我没办法，我身边有谁不涂吗？没有，我跟你，哎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如果出演破案悬疑剧中智商超高的天才男主的话，预测粉丝会刷什么弹幕？他们说，哇，憨憨你在装聪明，什么舅舅又在试图挽回什么憨憨的形象。哎，我还就是要挽回了，我现在叫聪聪。敢不敢坦诚曾经对陈情令剧组小伙伴说过最理性的夸奖？纪凌，你真的是一个特别安静的美男子。就刚才这个问题，我们之前采访师姐的时候，她说她说过的最理性的夸奖是程程太聪明了。程程，你是最聪明的，加油！对此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？不是吗？是啊，谢谢谢谢阿姐对我的认知，特别的棒。为了打破大家对你憨是憨憨的这个刻板印象，我们准备了几个脑筋急转弯。小王剪了一个中分的发型，变成了什么？小王剪了一个中分发型是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是小泉。就是拳，完全的拳那个字。哦，是看这个字啊。来吧来吧来吧。蝙蝠侠、蜘蛛侠救人的时候为什么要穿紧身衣？方便运动吗？因为救人要紧。来吧来吧来吧。妈呀。下一个是一个送分题。妈妈、姥姥、老婆，哪个和你没有血缘关系呢？老婆。好的，老公。天哪。一个月不吃烤肉跟火锅和一个月不撸猫，哪个对你来说更难？还是不撸猫吧，因为蛋挞最近很可怜，蛋挞最近小猫死了，所以还是要对付它。能问一下蛋挞最喜欢吃什么吗？猫粮啊，它喜欢吃肉。对，我们家平时给它做肉饼，肉粮吃。这次去泰国参加陈情令见面会，有吃到什么泰国美食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时间。我们去的时候就挺赶的，但比较让我开心的是，这几天我天天都在过生日。那有没有什么拍前幕后的趣事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倒是有了，我就在飞机上，海坤坐我旁边，他一路上在跟我变魔术，然后跟我展示各种各样的技能，没完，然后还录了我 vlog， 到时候可以大家期待一下。有没有什么事是经纪人不让做，但是你又做了呢？平时还挺听的，就是经纪人啊，还有我身边的那些，就是公司的哥哥姐姐的话，他们让我做的我都会做，然后不让我做的我也就不会做。那有没有，比如说经纪人不许你去吃火锅、去吃烤肉这种时候？我真想说。我公司的工作人员哥哥姐姐们都和我一样爱吃啊，哇，大家吃的都不少。一个问题是粉丝提问的，做汪夫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？就温柔一些，对我好些，对我家里人好些，孝顺，孝顺比较。请用四个字形容下自己的颜值。还过得去吗？还过得去。太谦虚了。那你要怎么说？外在和内在哪个被 diss 会更生气？就比如说别人说你长得像憨憨和你就是个憨憨，你觉得这两种哪个你更生气？我不会生气吧，你要我说就是傻，我也不会生气。你长得傻啊？我长得傻吗？我长得不傻吧。哦，我反正我都不会生气了，不会生气。你觉得你是个精致男孩吗？得看哪方面了，我觉得。那你觉得你哪方面最精致？我比较喜欢收拾收拾我家里这种，我觉得这方面也许算是精致。跟粉丝分享一下你每天睡前的日常护理步骤吗？睡前洗澡，然后擦干身上。我睡前就会用什么护肤品？我每天拍戏或者工作久的话，真的第一时间回到酒店就想睡觉。但如果说上妆真的是实在是太久了，我可能会洗完澡、洗完脸、敷个面膜，然后就正常护肤。有没有什么提升颜值的爱用品可以跟大家分享的？有，还真有，因为
因为你知道，就是我平常拍戏就经常熬夜，可能带妆时间就特别特别长，因为带妆久了就容易出油，然后就容易长痘。对，我记得前段时间我还发微博说什么长痘该怎么办，然后所以我每次进组之前我都会带一个这个抹茶出门的口罩，对，因为它的控油能力很强，然后还有出门的效果，所以我用了它之后可能就长痘就会比较少一些了。还有一点我比较喜欢，就是它这个味道是抹茶的味道，因为我平时真的就很喜欢抹茶，所以它的味道我特别喜欢。然后好像它也是纯植物成分，所以敏感肌肤也不使用。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就是它的泡沫特别丰富，可能你用完之后脸也不会特别干，然后你后续呢就是正常的护肤就可以了。总之这款抹茶出门口罩我呢一直在用，也囤了挺多，所以分享给你们试一试哦。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，那这个问题就是冬瓜、南瓜、西瓜都可以吃，那请问什么瓜不能吃？什么瓜？是你啊，小傻瓜。